我有一些二三十年前的 V8 带，想要去数位化。这是 V8 带，这是二三十年前拍的，做个记录，看能不能把它转成数位。再有转成数位之后，就可以放到 YouTube 上。总共有就是，这是 V8 带，上面有些有记录时间地点的话比较好，知道说在哪里拍的。没有的话就要看里面的内容，这个都是专科时候的，因为都那个1997年的。1994年小马家圣诞表演，30年前，如果可以复原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好的记录影片。毕业制作的讨论，这是在读专科的时候的毕业制作的讨论录影。寄去台北看看，这是我入伍的时候的记录，入伍1995年7月的时候的影片。另外这一箱是录音带，录音带有哪些也稍微录记录一下，看有什么。这个有些编号而已，没有写死。我的连办事，在我在小金门当兵的时候，1996年8月4号在连办事的，跟当兵的人聊天。这个又接下来是再去崖口，这是再去崖口。录音档，录音档能转出来也很好，也可以听，到时候可以用那个编辑软体再把它处理好一点，消除杂音之类的。我期待把这些二三十年前的资料，这些档案，这1996年同学会的，几乎都是二三十年前，最多30年，一般基本都有20年以上，都是入伍的时候。同学一起去庆祝入伍的时候的记录，这个是毕业什么？这是把它录影，总审前谈话，这我毕业总审专科的时候，那个三十年前。生日会，到底是里面讲什么？我们现在也很期待可以再听一次。小马，我的专科同学，1997年9月16号的，没有算起。总共，反正这些录音带我都是想要把它寄去，把它数位化看看。看什么时候可以好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些录音带 V8 带。